嗱 ，Leica 咧喺2002年嘅10月20日咧就推出咗復刻版嘅 M6 同埋復刻版嘅鋼嘴，而家貨咧我就未到，不過同大家照傾住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&K Camera 嘅 Frankie。嗱，啱啱咧 Leica 先至宣布咗咧推出咗復刻版嘅 M6。同埋復刻版嘅31.4 Steel Rim 嘅，咁喺呢個時候咧，就同大家講一講佢哋兩者之間啦。咁首先要講嘅咧，就係 M6 部相機啦。M6 相機咧，佢就只係有黑色嘅啫，係用黃銅打造嘅。咁個編號咧就叫做10557嘅。外觀上咧，大致上大家都唔係好大嘅分別啦，各方面嘅造型咧係一模一樣嘅，唯一咧有啲小部分咧係有唔同嘅，咁啊逐樣同大家去講一講啦。咁譬如話咧皮身啦，咁皮身方面咧呢個原版咧就係硬身少少嘅，咁而呢個復刻版咧其實係用 M10 咧同一樣嘅皮紋嘅人造皮嘅。M6 原版咧係寫住 Leica 嘅，而復刻版咧係寫咗 Light 嘅，咁但係咧，其實 M6 咧曾經係有早期嘅版本咧，係都係寫 Light 嘅。喺 Rangefinder 方面咧，原版咧放大比率係 0.72 啦，而復刻版咧係 0.73 嘅。咁呢個咧同 M10 啊 M11 嘅系列咧，大家係一樣嘅。咁你至於後邊咧，其實係可以加到，譬如話屈光啊。或者係一啲放大比率嘅放大鏡係方便你對焦啊，譬如話 1.5x 啊、1.4x 啊、加一啊、加二啊、加三啊，嗰個屈光嘅調校嘅。咁而早期版咧，我相信同復刻版咧係會有差異嘅。復刻版咧，相信係用緊咧 M10 啊或者 M11 系列 eyepiece 位置㗎，咁係個窿窿咧係略為咧大少少嘅。跟住睇呢個快門撥盤啦。嗱，呢個快門撥盤咧，復刻版咧採取咗卡式版嘅 M6 嗰個撥盤嘅，係一個細少少嘅。而後期咧係出個 TTL 版本啊 ，TTL 版本咧佢個撥盤咧係大少少嘅，幾乎係貼住個機身個邊皮位置嘅。咁而細撥盤咧就係顯得咧係骨子少少嘅。嗱，仲有咧就係測光方面嘅顯示方法啦。嗱，測光顯示方法咧。如果係真係卡式嘅版本咧，其實佢會顯示到咧係左邊箭嘴啦、右邊箭嘴啦。咁如果係兩邊箭嘴一齊著嘅話咧，代表測光係正確嘅。咁而 TTL 版本咧，其實就有三個顯示嘅：左箭嘴、右箭嘴同埋中間有個圓點。咁而呢一個復刻版咧，就係採取咗 TTL 版本嘅風格嘅。咁啱啱講啦，部機咧其實係用黃銅打造啦，咁譬如話機頂啦，同埋機底蓋啦，都係黃銅嘅。咁啊重量方面咧，就係575 g 嘅，比普通嘅原版咧係重咗少少嘅，而原版係545 g 嘅。嗱，仲有一個重點啦，大家最關心嘅咧就係個價錢方面啦。喺歐洲嘅官網咧顯示咧。個價格咧係5050歐羅嘅，對應翻港幣咧，大約係40,000左右嘅。嗱，啱啱講完相機啦，咁一定要講埋一支鏡頭啦。31.4鋼嘴復刻版，啱啱之前咧 ，Leica 先推出咗一支31.4，個編號係11726同埋11727嘅，咁分別咧係黑色同埋銀色嘅。咁嗰個版本咧就係非球面設計，呢個版本咧就係球面設計。球面設計咧氣氛咧更加好，同埋體積咧亦都係細小啲嘅。呢一支鏡咧就只有銀色嘅啫，個編號係11301嘅。咁個對焦方面咧係保持翻原版用1米對焦嘅。有一樣嘢係改善咗嘅咧，就係個 filter size 啦。之前嘅版本咧係個 filter size 咧係41嘅。咁其實就好難揾到 filter 嘅，咁而46嘅話咧就係 popular 好多啦，咁變咗咧隨隨便便都可以揾到46mm 嘅 filter 嘅。至於重量方面咧，
大家都是相約的了，差不多是 200g 左右的。这个重量是很方便呢日常带着它的，也都不会觉得是一个负累。还有一件事呢，就是讲回个遮光罩了。这个是一个最经典钢嘴的遮光罩来的。没看过好像很普通，其实原版那个真的价值不菲的。新版呢有一个好处呢，除了一个原版试用的遮光罩以外呢，再有一个跟埋呢是12504个款式的遮光罩的。那个我看网上的相片呢，我估计是应该是扭上去的。咁其實都方便嘅，因為呢個呢其實始終係容易，你譬如話你出去影相啊，假設你係人多嘅地方啊，擠迫啊，或者係唔覺意喺啲樹林啊阻撞啊，咁我會跌咗㗎啦。咁而嗰個呢就相對嚟講呢係會扎實好多嘅。咁但係有一樣嘢呢我就唔係好鍾意呢，就係話佢復刻版呢喺個鏡面前面呢係有四粒螺絲喺度。開頭呢我仲以為呢係遮光罩上面嘅螺絲嚟嘅。原來咧，個螺絲咧喺個鏡面上邊嘅，我覺得呢樣嘢咧就係唔夠優雅，有所保留嘅。鏡頭除咗講外觀同埋操控之外咧，最重要要講嘅咧，我諗應該都係影像質素啦。咁啊，睇過網上呢支鏡影出嚟嘅相啦，同埋自己嘅推測啦，因為個 coating 方面咧係一定同之前咧係有改善咗唔少噶啦。所以咧喺锐利度啊、鮮艷度方面咧都有提升嘅。咁相信咧影大風光啊、建築物啊嘅時候嘅锐利度咧係非常足夠噶啦。咁睇翻氣氛方面咧，都係一啲老鏡嘅特色嚟嘅。而呢一支鏡咧係可以出得到咧嗰個 Leica Grow 嘅感覺。呢樣嘢咧雖然話可能話會唔會係執相啊，或者執咩去執翻出嚟，其實 Leica Grow 咧係冇得搞嘅。啊，冇得執得出嗰種感覺嘅，咁所以咧呢個有呢個 Leica Grow 咧，我覺得可以保持到原來嗰種舊鏡嘅感覺嘅。仲有一個重點咧，就係咧老鏡咧個散鏡咧係好有 character 嘅，尤其係啲輪狀嘅散鏡啊。咁呢樣嘢咧，亦都係咧喺 Photoshop 咧係做唔到嘅。而呢一支復刻版嘅鏡頭咧係有呢個 character 嘅，我覺得呢樣嘢咧係幾驚喜下嘅。咁仲有一個重點咧，就係個價錢方面啦。價錢咧，歐洲官網咧就係3850蚊嘅，對翻港幣咧，大約咧係港幣30000蚊左右嘅。嗱，如果你對呢兩件貨品咧有自己嘅意見咧，希望表達嘅咧，非常歡迎咧，你喺下邊嘅留言板咧留言嘅。咁如果你欣賞個影片咧，希望你俾個 like 我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